十五分钟，生命里十五分钟的时间啊。这俩队今天打的哎，真的是，也就是火箭队天赋确实好，不容置对啊，退防出问题。啊，我觉得进攻篮板因为是一件就是不需要你去教的事情。对，就是这些人真的天赋太好了。沃特给出来，贾巴里史密斯，放他投吗？他最近很准的。对呀、啊，贾巴里史密斯，火箭队打的也是真快。对，火箭队是节奏还是？好球，快来，来了，扣篮。火箭的进攻节奏就是在联盟的速度非常快，前场的二打一，进来了，好球。这个运动能力啊，就是完全没办法，追梦就是在篮下守着，真的是要。对。四十五度呢，马丁和杰伦格林倒开，哎，好的。现在让这个守联防，让这个替补阵容，因为有这位老兄在、突然上一个尼克斯，哎呀，这个球面断。托福今天表现得很活跃啊，就是你让他去当一个进攻的箭头啊，我觉得他现在是更加有自信了啊。今天是进攻最好的火箭队员，非常哎呀，好的，一个失误，扣一个啊，格林，好的，又是一分之差呀，分差缩小到一分。这个暂停呢，回来之后就看看勇士队的第一攻啊，刚才暂停第一攻是失误了，库里坚决了，自己来了，一看你们第一个三分球，这球被格林盖掉了，上强度了，哎，前场三打二，好球，暂停以后啊，打了一个五比零，要说定价就是要这么定呀，哎呀，又是横传球失误，马丁漂亮，火箭今天就是。勇士给他们机会啊！哎呦，哇，这个对抗，哎，收回来，漂亮，哎，这漂亮，这个，哎，进了。但是这个球，哎呀，贾麦考格林这球，你碰他的库里，左腿，不是绝对的健康。哦，绊了一下，左腿这边啊，被这个倒下了，普尔绊了一下，因为本来这个这之后表现还是不错。嗯，克莱好机会。好的，克莱第三节后半段啊，克莱的三分逐渐开了，因为现在领先优势大了，我觉得他心态也没那么急躁了，还没多表现。哎，吊篮下空加，好球，兰博三分啊，现在第四节三分全部投开了，火箭队现在这个万箭齐发了呀，对，火箭就是第四。